假如 FBI 探员追风也有段位。青铜玩家虽然职务都是最高阶的，但是数量少，在白法上也不行。黄金玩家职务是最高阶的，数量上也还可以，但是白法上不行，很轻松就可以破阵。钻石玩家，一个很经典的白法，天鼠奇迹老巫婆的固定搭配，称之为一字长蛇阵，想要破阵的话要费一番功夫。这么厉害的阵容还是钻石，而且我们还打不过，一下就翻车了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更厉害的王者玩家，在钻石玩家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板栗辅助，植物的数量也比之前更多。所以这一家该怎么打呢？我要是打得过的话，那这期视频就只有他们这一家出场了，没有其他三家的什么事。溜了溜了，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